现在天空已经暗了下来，马上看起来是要下雨了。现在呢，阳光又出来了，所以一天就这么不停地变来变去。这个叫做码头农场，在这个地方呢，这是一个餐厅，天空很漂亮，加上这个码头栈桥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漂亮的景象，所以呢，我准备在这个地方来画一张。好在今天我还是找到了一个机会，就完成了这一张作品后面的这个景色。好吧，拜拜。